Bonjour à tous, bienvenue dans ce deuxième épisode du Chinois Tendance. Aujourd'hui, nous allons vous expliquer l'expression Fuyun. Fuyun signifie littéralement nuage qui flotte ou nuage flottant. Fu signifie flotter. Cela peut être flotter à la surface d'un liquide ou bien dans les airs. Yun signifie nuage. De manière figurée, il s'agit d'activités ou de choses futiles qui ne méritent pas d'être recherchées. Contrairement à d'autres mots à la mode, Fuyun est employé de manière similaire dans l'Antiquité. Le célèbre penseur et éducateur de l'Antiquité chinoise, Confucius, a dit un jour « Ce qui est injuste, riche et coûteux n'est que nuage flottant ». Cela signifie « Les richesses ou pouvoirs obtenus malhonnêtement ne sont pour moi que des nuages flottants dans le ciel. Ils ne méritent pas mon attention ». De nos jours, le sens figuré de Fuyun est devenu assez populaire. Regardons ça tout de suite en situation.您好，这里是时尚酷品编辑部吗？啊，是。您是？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弗兰西共和国贵族定制品牌SFP中国运营商石福云，想和贵看进行品牌广告合作。嗯，什么品牌？SFP，法兰西时尚贵族品牌。石总对吧？你好，你好，这边请，咱会议室慢慢谈。好的。SFP，石总，我是时尚酷品的柳图，柳暗花明的柳，图个吉利的图。石总，我可最喜欢法国的贵族品牌了，如能合作，深感荣幸。小刘，你的眼光很一流。我告诉你，我在法国波尔多德比利庄园生活了10年，巴黎、米兰的时装周我经常的去。我对时尚界那是相当的了解。我告诉你，在法国很多小地方都有我们的专卖店。如果我们合作成功的话，随时欢迎你去参观。法国那些小地方，可到处都是名牌产品啊。嗯，不，经过我多年的调研，我选中 SFP 作为我的代理品牌，就是看中了它低调的奢华。其他品牌跟我这个牌子比起来，那都是浮云。啊，石总，您的咖啡。好，谢谢。石总，恕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您的这个 SFP 的品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您打算买几个版面？小伙子，我们一上来就谈钱，太那个了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品牌历史很悠久的，路易十六就是穿着我们这个品牌的袜子上的断头台。那您的意思是说，路易十六是因为穿了您的袜子才被咔咔的？你们不知道的，在法国有句俗语，不求穿着 FFP 生，但求穿着 SFP 死。那您的品牌都这么牛了，干嘛还要做广告？孙亮，你先忙你的，我跟石总谈。算了算了，我们不要再谈了。算我有目无睹，你们这个编辑部目光太短浅。我这么有历史、有档次的牌子，你们竟然不知道？我还是另选有档次的编辑部进行合作吧。哎，石总，请留步。跟您这种有实力的大公司比起来，其他的小公司都是浮云。石总，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我看你也是做不了主的人，我们还是不要再谈了。大帅，你这整天加班还为那个 SFP 的项目瞎忙活呢？我正在做一个版面预算，我已经做了2套方案，
就那个山寨品牌，你还真当真了？这你就不懂了吧？我给他做了四个封面，如果能够合作成功的话，这个收益是相当诱惑人的。但是最主要的是，如果能够成功，我就能够去巴黎、米兰、萨拉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广告费给我要回来，到时候打着飞机去巴黎吃你的煎饼果子。你就羡慕嫉妒恨吧，孙大宝。虽然你照片拍了不少，但是在时尚圈，你还是个嫩草。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要工作。哎，您好，施总，关于广告合作事宜。小刘啊，这个牛排怎么回事？太慢了。施总，您先稍等一会儿，您先看看资料，这可是我做的两套房。你做的这个东西我很不喜欢，很不高兴。施总，那您给指点指点呗。这样吧，小刘，我刚才出门太急了，忘了拿钱包。待会儿呢，我还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你先借我一点钱，打个车好吗？一点点了，我会还给你的。100太少了，我还要请他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的，就1000好了。啊？哎呀，你放心，我们是朋友了，对吧？到法国我会照顾你的。施总，我这一共才600块钱。600就600吧。你这个事情很简单，我告诉你，你呢说的这些什么一流设计师为品牌站台，还有什么金融界外籍高管，都是浮云，都不实际。你呢要去那些陕北、山西、内蒙那些煤炭小县城去寻找潜在的客户，让他们为我们 SFP 买单。施总，这煤老板有点太不上档次了吧？这个你就不懂了，他们是新兴贵族，腰大气粗，你只要钓到一条大鱼，什么品牌效应、什么广告费用，都不会是浮云了，包括你法国之行也不会是浮云了。啊，施总，这牛排，早就饿了。施总，咱那合约的事儿，这个事情就不要谈了，没什么好谈的了，你直接去找那些煤老板就好了嘛。嗯，好的，等我的消息，没有问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外贸原单正品行货了啊，1件50，2件80了啊！来看看，看一看了，哎，看一看了，吐血甩卖，真正的吐血甩卖了啊，便宜了啊！哎，老弟，红马丁。施总，小刘啊，怎么是你啊？啊，见到你我很高兴啊！这就是法国贵族品牌？我在这里是为了体验生活。看一看咱们这个牌子市场的接受能力，很不错，很不错的。刚才你那个口音，我这个口音没有关系的，都是浮音，都是浮音了，你不要关心我。哎，大妈，你的衣服多少钱？哎，1件50，2件80，看一看，看一看。好的，好的，好的，拿着两件吧。哎，这两件，好的，好的，我给你装起来。哎，来，给你钱。哎呀，100的。哎呀，我没有零钱呢。哎呀，我阿姨，我给你换一下，好吧？好吧。啊，哎，刘总，来来来，帮我看一下，帮我看一下，我马上就回来，我马上就回来。好好。
哎，小伙子，这是你们是一伙的？我们不是一伙的。那就是一伙的。我不是阿姨。是，他半个小时了还没来。我等他接学生呢，他退钱吧。啊？退钱吧。这么个 SFP 呀、啊！我的法国之行真成浮云了。浮云 nuage flottant signifie que c'est inutile d'en parler. 浮云 l'utilisation actuellement à la mode.Consiste à comparer en mettant l'accent sur l'importance d'une chose. Par exemple, 权势和名利都是浮云 Le pouvoir et la célébrité ne sont que nuages flottants. 权势和名利都是浮云 Dans un couple de jeunes, on pourra dire 与你相比一切都是浮云 Par rapport à toi,Tout n'est que nuage flottant. 与你相比，一切都是浮云。Voyons le dialogue entre Liu Tu et Shi Fuyun. 我选中 SFP 作为我的代理品牌，就是看中了它低调的奢华。其他品牌跟我这个牌子比起来，那都是浮云。啊，石总，您的咖啡。谢谢。石总。恕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您的这个 SFP 的品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您打算买几个版面？小伙子，我们一上来就谈钱，太那个了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品牌历史很悠久的，路易十六就是穿着我们这个品牌的袜子上的断头台。那您的意思是说？路易十六是因为穿了您的袜子才被咔咔的。你们不知道的，在法国有句俗语：“不求穿着 SFP 生，但求穿着 SFP 死。”那您的品牌都这么牛了，干嘛还要做广告？孙亮，你先忙你的，我跟石总谈。算了算了，我们不要再谈了。算我有目无睹，你们这个编辑部目光太短浅。我这么有历史、有档次的牌子，你们竟然不知道？嗯，我还是另选有档次的编辑部进行合作吧。哎，石总，请留步。跟您这种有实力的大公司比起来，其他的小公司都是浮云。石总，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我看你也是做不了主的人，我们还是不要再谈了。Tout est comme une nuage. Littéralement, tout n'est que nuage flottant. Exprime une attitude de dégager des choses. Si vous observez de plus près, vous remarquerez qu'on dit ça par rapport à des choses qu'on n'arrive pas à obtenir et qu'on feint de mépriser. Dans la vie courante, pour parler de choses que vous considérez plutôt futiles, vous pouvez utiliser l'expression fouyun. Par exemple, chemin, touche fouyun.Tout n'est que nuage flottant, seul regarder le chinois tendance est important. Bien, l'émission se termine. On se retrouve au prochain épisode. Zaijian.